北京时间7月25日，马竞官方宣布签下葡萄牙国脚约尔松马丁斯，双方签约6年。由于发生了球迷冲入训练场袭击球员的事，所以不少球员都希望和葡萄牙体育进行解约。此前葡萄牙体育就曾官宣和热尔松马丁斯等4名球员解约，但随后葡萄牙体育的主席表示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并希望球员留队。在马竞接触热尔松马丁斯的过程中，两家俱乐部一直未能就转会费达成协议，甚至一度有消息称如果葡萄牙体育不放马丁斯离队，马竞将会上诉至国际足联，